昨日是一年一度 DSE 放榜的大日子， Cola 成员 Winka 和很多考生的心情都一样很紧张，事关他弟弟都是应届考生。当他们收到成绩后， Winka 都有在 IG 报喜，知道弟弟上复卷，做家姐的除了百分百支持还愿意分担一半费用，这么好的家姐去哪里找啊？匿埋好耐冇上线嘅九师傅开 live 为一班考生打气，当然唔少得讲经同宣传 Cola 嘅新歌 Off On 啦。如果要师傅喺四首团歌入面拣一首歌，边首会系你嘅 favorite？ 一定系 Off On 啊！因为我觉得 Off On 呢首歌，我感觉到自己系真系放咗自己出嚟，冇去束缚太多，亦都冇思考太多。其实我都系一个过程嚟噶，即系可能由一开始。自己怎樣去唱 Call My Name， 怎樣去唱 Never Let It End， 怎樣唱 Get It Go， 其實整個過程是慢慢每一次唱的時候怎樣將原本的自己慢慢再放多一點放多一點放多一點咯。然後今首歌我真的放了自己出來， So far 我就會覺得我很喜歡今首歌的自己，我很喜歡這個聲音的自己，我很喜歡呢把聲，我終於釋放翻呢把聲嘅陳詠嘉出嚟啦，咁樣我會有呢一種感覺，所以錄完呢首歌、拍完呢一首歌嘅 MV、出完呢首歌咧，其實我成個整體嘅狀態係開心咗好多，係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好中意，同埋我知道大家都係咁聽咯，跟住我自己又滿意嘅，所以就滿足。早排 Cola 被 KB 选中，成为最新一集《情义两难全之玩爆你个肾》的整蛊大对象。阿搞同心灵仲做埋二五女，帮 KB 一起玩队友，搞到 Winka 都情绪崩溃爆喊。讲真，呢件事有冇影响到成员间的感情先？我觉得冇破坏到嘅信任，即都冇破坏到我哋同搞搞啊、心灵嗰啲，就反而觉得系因为有咗嗰一次嘅整蛊，我哋的确系团结咗。再團結咗好多好多，本身已經好團結噶啦，跟住再團結咗，係我係咁諗。因為當你見到你自己嘅姊妹同伴俾人恰嘅時候，而你企咗出嚟，然後你企出嚟呢一個動作，大家會看在眼內，大家會知道原來大家係有幾咁重視同在乎大家嘅時候，咁呢啲直接嘅行為同直接嘅反應，會令到大家 realize 咗。大家不是只是觉得大家很重要，大家不是只是讲到大家很重要，是真的觉得很重要才会够胆站出来，或者才会够胆表达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因为这个就是 KB 这个玩爆你的心意，我们又多了很多默契，或者多了很多信任。相信睇过 Cola 俾人整蛊嘅 fans 都一定会俾 Winka 嘅霸气 move charm 到啫。